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那你说。其实，说。我其实特别想吃一碗泡面，我实在是太饿了。你看，我要给漫画公司赶稿，还要给你当助理，还有毕业设计要赶，这可是我苦难生活中的唯一曙光了。你不会拒绝吧？好不好吃？我不吃垃圾食品。什么垃圾食品啊？我做面是有心得的。要想做好一碗完美的面，就要严格掌控每一个细节，就跟你做动漫似的，专注精神，把握细节，还要严格的控制每一个用料配比。最重要的是要注入灵魂。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吃面是要有步骤的，加几根面，然后再舀一勺汤，再来点榨菜，要一口吃下去，嗯，好吃。来，尝尝。哎呀，你尝尝嘛。好不好吃？那些日常摩擦的花火，如天台流星划过。留一点，哪怕我沉默不说，心里柔软的角落。哎，你别吃这么多。